哎呀！3年了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游山玩水的不辛苦。哎呀！太累了。哎！我江泥呀，3年不见，还这么瘦啊？徐笑来了，我这叠沙星中，你要是不躲。
性命难保。还睡着，先前没醒，小王爷在里边陪着。哎，你看我穿戴是否还算周正啊？哦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。什么话，不仔细看？你要知道世子是何等人啊，最爱挑剔。快快快，让他们再给我整理一下。快来来来来。是。我看到有很多都是新来的。是。把咱们的家规再跟他们宣读一下。好。你们都听好了。王爷见世子，你们都机灵点。王爷就是被打死，也当没看见。你们一定要谨记在心。是。是。哎，等等，过来，看看我是不是非常的慈祥。我还有饶命。下去，下去，都下去。是。好儿子，睡醒了啊？舒服了吗？啊？三年了啊！你知不知道那三年小爷我都受了什么罪？是是是，爹对不起你嘛。我让你赶我去坟地，差一点！别！哎呀，别闹了！哎，你不用狡诈，你穿上鞋，穿上，别伤了自己的身子。哎呀，不会，连到那东西，连东西跪着了。那我肯定要给你赔罪啊！别！不赔罪，不赔罪！哎呀，别叫爹，还是叫您好，显得咱这么亲点啊！怎么能糊涂？行了，儿子，外面天凉，你光着脚一感风寒。行。完了，三所宅子。关上门啊，关上门，在屋里怎么折腾都行，而且还能给爹留点面子。开出去！哎呀，没完了！这怎么闹啊？等会，我今天真饶了你。但是这事跟你没完啊！啊，你等着，爹等着，爹等着。累了，累了，啊，累了，不累。哎。来，坐。爹，给你穿上鞋啊！哈哈，爹给儿子穿鞋，别人看见了，成何体统啊？你瞧，我们还是父子情深呐。我这好儿子就是懂礼数啊。哥，我给你穿，哎，我自己穿。
哥，你消气了？消气了。三年好长啊。好了，这么晚了，早点回自己房间休息吧。哥，哥不走，明天看鱼。去吧。等等，打招呼。爹，我回去睡觉了。去吧。怎么样，歇够了吗？还是累。还累？那再睡会儿。不睡了，有件事情想不通。什么呀？我要见那个被抓的楚国老兵。现在？就现在。行，我带你去。你在外边等我。我换个衣服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啊。来呀、啊，替世子更衣。小点声。等我们都走了，你再出来，把你那宝贝收好了。哎呦哎呦，好好，哥，都下去吧，别守着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快点上去吧，上去吧。啊，前面带路。哎。哎。躲在床底下的是江妮这丫头吧？我跟你说过，我自己的丫鬟自己管，你别插手。别忘了，接杀你的可全都是楚国人。江妮这丫头的身份，她是避不开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画像有可能是她给你画的？好好好，啊，这个她是你的人，爹就不插手了啊。